打击形态来讲的话，其实不太容易遭到三振。肯特就是特别能对付左打者，各种球路打在比较靠近棒头的位置，左半边就是落在林哲轩眼前，又是一支落连巧妙的安打。那也是很会打这种球。布阵我觉得手的位置蛮靠边，靠近线边了，这已经是算对的。但是他打在他的前面，那刚好是打到这个。比较棒头，有一支安打，两支安打。左外的滚地球，结果新人旭没有办法接起来，球是往后弹。现在王一成绕过二垒，继续往三垒来做推进。林哲轩接到球之后，赶快把球回传。不过这个剧本跟第三局有点像。没错，不晓得这个怎么判断哦，因为觉得他的弹跳新人旭没有判断的很好，有一点往后了。这个。要前进跟后退中间犹豫了。对，一开始单局到目前为止，肯特投了24球哦，第25球打在靠近棒头的位置，中间飙向身后也往前冲，结果来不及，球落地形成了安打，三垒上的王一成要回来得分。哇，岳振华的是十一棒啊，把垒上的两位队友都送回来。王一成回来之后，江慧也回来，比数变成了2-2。因为是两出局的情况下，所以江坤宇也是要提前的起跑。球已经投到很他想要走的位置了，但是你要他只是棒头去碰他，对，还是形成安打。这支安打跟王一成那球有点像，只是方向不太一样。对，不过这个球一旦身后也没办法接到的话，基本上就是2分摆进口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曼蓉，大家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哦。